这次大会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，13日上午闭幕，会期8天半。大会议程共有9项。第一项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；第二项，审查计划报告及草案；第三项，审查预算报告及草案；第四项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修正草案的议案；第五项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；第六项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；第七项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；第八项，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；第九项，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。